谢祥颖，欢迎。上周唱出90.1分，对，花哥好，王仲杰好，你好，老师，观众朋友，现场大家好，对不起，紧张哈，对，来这么久还紧张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你是这边的老鸟哎，是，你看你先唱到90点几，都还排名在后段班，对、啊，现在分数要越咬得越紧了，对，有时候做什么样加强？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，然后我觉得看到墨玉，我就觉得哇，学跳舞的人是不是都那么有自信？然后我就跑去学，嗯，对。哦、但是刚开始去就是同手同脚，其实还有点跟不上、啊。你学老师有怎么讲说？要是我说艺术是不能勉强的。他说第一次来这样可以啦，可以这样子，就是慢慢来、哎。那一定不是很差嘛？就大家就是哎、欸，我们有影片，有影片，有吗？可以看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蛮丢脸。哎，还不错啊，还行啊。后面就不是真的。哦哦，这个难呐、啊，教这个有点难呢、啊。只有你一个男生呢、欸哦。这个很快哎。我后面就真的不行了。可是哦。不是你为什么想要学这种舞科呢？是不是你学的？你学错舞科了吧？学舞应该先学基本动作。他那个课程是写初阶，然后初学。初阶跳这样，你对呀、啊。搞错了，搞错了。你刚刚跳的已经是很难的了，是前面还不错了，但是嗯，我跟你讲，有什么样开始都不晚，对对对，因为老师个别指导，慢慢跳手，你慢慢也会跟得上，因为人的进化本能是很强的，是，对，潜力无穷。好，我们大家知道你在学习舞蹈，所以韵律感应该会不错。来，今天唱哪一首歌？今天要带来一首施文斌的《你爱的不是我》，然后这是一首国台语家长、嗯，对对对。但是我觉得透过这首歌，让我学习到国语跟那个台语转换，然后一起唱出来，是另外一个感觉，就变成台湾国语。不会了，应该不会了，不听听看的，要小心。是，他专门找男的，舞蹈要学这么深的，唱歌唱这么难的，嗯，来，你爱的不是我，一起欣赏，谢谢。